少年之家今早吃什么？煎小笼包。李冠云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都不能放，我不李冠云疯了。他应该不是疯。哈哈哈！精神不正常了，所有人都。你看李浩多虚。我们到了。啊，你没文化的吗？后面李冠云疯了，他非要打开这窗户透气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跟神经病一样。这个什么？你告诉我哪个字儿？这个红色框的字儿。对，那个字什么？念上。你认字认半边啊？那个念纸。纸、哦，是吧？念纸。他疯了。没文化呢，你们。念纸。他疯了，疯了。有些人啊，头不能湿，鞋不能湿啊。有些人呢、啊，硬挑一个人，他的那个，哎，我反了。哎，那我们今天也不能忘记阿华王，就大家刚刚听过的歌。我张开了翅膀，在云海之间自由翱翔。夏日里未填满的时光，总会出现追逐的模样。向着有你的方向奔跑，沿着地平线火热灼烧。你的微笑向我发散讯号，心跳定格就在这一秒。哦哦哦哦哦，你说你们仨啊，自己有房间不回，出来还要来我这房间。哥哥，我要跟你住，我一个人害怕、啊、怎么说？跟大家 say 晚安，说晚安，说晚安。小七，晚安，快点睡，别给我插房。快点睡。一恒。